你看你自己画的这样会不会惭愧啊？是，我本身就是一个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人。那么我画肮脏确实就是挺像漫画里走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我长得那么独一无二。那美少女怎么办呢？美少女就因为就我还是男性激素多一点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什么呢？这个美少女呢，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来，就像紫霞跟青霞这样，明白吗？我们想问一个问题，因为5月27号就是你主演的电影《夏天19岁的肖像》就要上映了，那今天会不会唱主题曲呢？那这是不是我们演唱会？啊，是。那我们不唱吗？做一下俯卧撑算福利呢？你别闹了，你要看俯卧撑了。我现在是从漫，我刚从漫画里走出来。好，你让我回泥坑里面待着。就说什么呢？得看场合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能这么乱。所以说现在是小孩子的那个你上身了吗？没错，我现在是3岁。看这个画，确实说实话，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漂亮，对吧？这个蛋糕是一个白纸，就我的，这真的是我的 freestyle 啊，就是说，蛋糕是一个白纸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它象征着一个人生，对吧？这个 C-pop 跟我的名字、跟我的 logo、跟 HL 是我要完成的一个梦想，对吧？那你看我把 C-pop 画得很丑，但是我把它画完了。这就是说明在这个人生呢会有很多的坎坷，你可能会走得很艰辛很困难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一样会把它画好，因为我要在我的人生点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什么？我们来求最后一个福利啊，就是因为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 promise， 就是承诺，那你可不可以今天在现场对我们所有的海浪许下一个终生的承诺呢？好，那我许个愿。因为在舞台上不能点蜡烛，所以，我们可不可以请所有的粉丝把自己的手机的灯打开？我明白。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，然后现在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请你们拿出你们那个 iPhone， 都知道怎么打开，不用我教了。啊，点开你们的手机灯，我们灯光再暗一点。手机灯好亮，很美。然后就这样，就比如说啊，我在这边许个愿，然后我吹完以后，你们就把你们的那个灯关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从这边还是这边？那这个，对。一块儿关啊！1、2、3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没吹干净，赶紧，我没气儿了。那就没有命。看这个。如果这边都灭了的话，我一会儿唱歌都站这边，让你们不灭灯。1、2、3。因为我已经足够强大，可以保护好你们。
对我的每一个也是一心一意，所以你们猜一下下一首歌叫什么？是叫《One Heart》。